무엇이다? 你管得着吗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不接？手机丢了。是理由吗？你给我打着。喂，姐，我刚才手机丢了，还刚找他，我们俩早在一起了。你吃大餐呢？<笑>啊，你要找他？ 说实话，不要。其实我挺喜欢中国的，好的，挺好的。